前组合 SMAP 嘅成员草剪光，系今日提交咗结婚申请，但因为新婚妻子系圈内人嘅关系，唔方便接受任何采访，亦都指妻子冇怀孕。草剪光随后亦都回应，表示希望日后都可以同往常一样继续演艺嘅活动，并唔会因为已婚嘅关系而受到影响。工作上边会尽自己最大嘅努力，令到所有歌迷都可以能够继续支持，亦都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可以尽快过去。